我们继续开会哈，请林婉容议员咨询，时间45分钟。好，谢谢。副议长，我们陈局长、三位副市长、我们的秘书长，以及我们事务团队所练习的局处首长，我们议会的好同事，新闻界的好朋友。现在当在我们电视机关心市政的乡亲时代，大家早，大家好。市长，今天婉容针对我们市政总咨询，我会提出有关于我们殡葬业务还有教育我们的各项的咨询。那今天可能时间上，我在第一个阶段我会请市长直接给我回答。好，那我就进入今天的主题。我还是老样子，我们要倡导天天五蔬果，健康跟着走，我们要活到长长久久。前瞻蜕变高雄都。好，那我就进入今天的主题。生老病死，这是每一个人可以说迟早都要去面临面对的一件庄严慎重的事情。尊重生命，让往生者在人生的终曲有一个完美的谢幕。殡葬处的业务非常的辛苦，我们工作伙伴你们辛苦了。但是今天婉容是怎样会来说这件事情？机关室大楼，机关室大楼从里面进去有机关室，有树林区，有冷冻室。在这个单位，我想从来没有一个人想说啊，我们来去改移考察一下。我想众生是平等的，今天婉容会来说这件事情，我感觉真的是很有玄机。好，那我就来。市长、三位副市长，我请史哲副市长，你看尊重我的咨询，不要只看手机。有看过这一张相片的人请举手。好，谢谢民政局长张局长。这是什么情形啊？但是是怎样婉容会得来说这件事情？市长，因为你就是我们高雄市的大家长，也是众生平等的大家长，因为很多有形无形的人都在帮助着我们高雄市，让我们高雄市成为一个很安全、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城市。你当时在民政部门咨询的时候，有可能是我们张局长他的宗教信仰的不同，我们都给予尊重。但是我呈现这个画面的时候，他看不清楚这是什么情形啊，这是什么意思，看不出来。但是我是想说，当我要咨询市长，我要跟各位局处首长以及我们电视机的乡亲朋友，今天婉容绝对不是怪力乱神。那说好，不是的，好，怪力乱神，是我感觉这是真正是有一个需要我来呈现的。但是在那个东西，我们的局长他可能没有办法体会这是什么。好，你敢怎样，局市长？我在咨询之后，我想说我要咨询这个议题的时候，我的朋友他 LINE 给我的时候，你也知道说我们也在那个 LINE 差不多在一礼拜还是两礼拜，他自动就会消失，你没有办法读取啊，你们都知道嘛哈。我在当我要咨询这个时候，这个议题的时候哦，这民众，我们的市民朋友在8月7号 LINE 给我的这一张相，就刚刚那一张相片的时候哦，我想要去咨询，我有那个念头想要咨询，结果我就过期了，无法读取。当我跟我的同仁、我的团队、
我就跟他说，我想要来咨询刚才给陈县那一张相片，我看我的手机无法读取，那我就很紧张，就告诉我的团队说，欸，我那张刚刚那一张好好叫我签干呢，那张找不到啊，市长好悬哦。等我十来，我们就秀一下。当我要十一月初十要结算的时阵哦，十一月初九哦，就有一个人跟我的同事，因为我的同事哈，我的团队嘛，因为安尼，我告诉他，他也没有储存，他也没有相片啊。那我就跟我的团队讲说，不要紧，我还是赶快来结算。好啊，我的团队当然一紧张嘛，伊讲如果有这张相片呈现的比较耸动啊。如果我就跟他讲说，我还是要咨询。我在咨询的时候，我用口头咨询，我告选了哟。在十一月九号的凌晨四点四十五分呢，你看，他竟然可以读取的。那我当然我在十一月十号咨询的时候，我们民政局长他有看到这个画面。那我想说，我跟民政局长讲了之后，应该事情就可以解决嘛。我都没想要再咨询了，没想今天就要再咨询这件事情。当我要今天是我的总咨询时间，在我前几天的时候，我的画面已经没有办法读取了，你知道，市长，我们没有办法，这都是同一个人给我的画面哦。结果他是没有办法读取，他今天就是要来让我告诉大家，真正婉容所讲的是千真万确的哦，你看，已经无法度读取，这是同一个人给我的相片。结果，当我今天在前几天我要想咨询的时候，这个我无办法读取的物件，竟然可以跑出来啊！啊，这就是讲，就是要让我们的市长会当来体会到，好，这个议题。好，我们就继续，来继续，市长。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小鸟啄食往生者贡品时的画面，是不是很不敬的呀？因为鸟松那是鸟松香嘛，啊，这是出口鸟入来在我们的那个树林区啄食，人说往生者是不是都会用早上要拜饭嘛，这是用早上拜饭的情况啊。市长，因为咱这个所在吼，殡葬处咱那个机关室那个所在，它就是老旧的窗户，成为鸟类出口鸟啊飞来飞去觅食的地方。市长，你看这旧式的，好窗户出口鸟啊，底下单尾几摆觅食啊，这种鸟啊哦排排站啦、啊。好，那一天本席讲完之后，啊，当然。我们有去做一个改善，这现在就是有折的纱窗啦、啊，啊，这是有折的纱窗，这是树林区，会在树林区的家属通常都是较低层、较低收入户，吼、啊，较比较底层的人，因为吼，因为灵堂会设在那边，而且庭官室又比较好些哦，哈、啊，它这庭官室的两侧走道，以前都是无。窗啊门都没折，没折，哈、啊，他就是做半套。那因为，来，那因为今天会讲这个议题，其实是菩萨哈、啊、要我再次的来跟我们的市长来做哈、啊、陈述，来做这样子的探讨我们的市政。当然，咱张局长他也刚接任，哈、啊，那因为。诸佛菩萨就知道说，我们市长是一个做大气，那你可以很体恤我们底层的声音，所以在这个所在哈，我想就我来这样子的陈述。好，那好，那接下来我还要再讲，所以我今天我知道我们曾之文局长他现在已经担任观光局的局长了，我。现在要跟他表达就是说，当他当民政局长的时候，他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局长。
伊真会当去体会到基层的声音。当咱局市长，这个是机关室，冷冻室，冷冻室的这个地方是入殓室，入殓室的旁边也是冷冻室。那这个地方当时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也因为婉容一直觉得说，在这个地方，在这入殓，在这这仪式的人，都是非常底层的人。尤其你遇到这风台，遇到落雨，寒天的时阵，在这细细阵，搁落雨。阴湿的时阵，这个所在是上灰暗、上阴暗的地方。婉容可以体恤到底层的感受，但是我就跟我们的局长讲，我们当时的曾局长，我就告诉他，局长，这个地方是不是我们应该要来做一个比较人性化、比较贴心、比较窝心的改变？好，来回归刚刚。在这里，我们就往生者在这出出入入哦，大体哦，冷冻室出来之后，伊一定爱在迄个入殓室来做入殓的工作。在这，那我们在入殓的家属就在这边，安尼冷，无可能你也拄着大日的时阵，一定足侪人诶，他会进进出出，看着大体底下进进出出。一东西，我就跟我们的曾局长说。曾局长，你不要看他哦，底下冰冰唔恭维呢。其实他是有灵性的哦，一些诶难为情的哦。结果让我这样子的建议，好，为了尊重往生者，提供亲友优质的智商休息环境，民政局也贴心新建了家属休息区，里面有桌椅、更衣室。哦，这个是。我们来回归刚刚那个画面，这个是休息区新建前的，就是都假借的画面，这是新建后的画面，是这样子，很贴心，有桌椅，有悲伤辅导区，有更衣室，有电视机，有饮水机。这个后勤动线开辟工程也在103年11月底完成的，是这样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哈。家属的休息区，好，另外动线是安呢，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哈。市长，你知道吗？我们当时这样子辛辛苦苦给我们的往生者家属有一个安静的，有一个很窝心的，因为你底下无这个休息区的时阵，底下寒天簌簌叫，冷叽叽。但是好难得，我把他争取了一个休息室。我怎么，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啊？这个入殓室家属的休息区变成便利超商，这是盈利吗？这是福利吗？这什么一回事啊？张局长，知道吗？这个休息区的一墙之隔就是入殓室，这边又是一个冷冻室哦，在冰。就大体的冷冻室，安尼行来行去。张局长，你知道这个往生者他是需要安静的，你在那里做了一个盈利单位，你这盈利单位的地方，顾客至上，你这个所在，乌白两道，拄着大列的时阵，南面的便利商店底下喧哗，底下大声小叫的，当他在盈利的时候。他会制止他的喧哗吗？我们要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有一个便利，可以买东西、体恤他们的地方，可以找另外一处啊。这个所在是足一撇的、足隐秘的，哎对，的所在呢？好，我就到说到这里，我请那个市长给我回答一下。就针对这个问题，我请市长是不是回答？我现在不做盈利的单位，盈利单位可以放在旁边。谢谢，那谢谢林议员啊，对我们殡葬处能够在殡葬处工作的伙伴，
坦白说我对他们都非常的佩服，那我也非常尊重他们，那我会认为说给高雄市民人生最后非常有尊严，一向就是我的目标。是啊，你刚说的很多殡葬处的这些角落我都去过。对，那我会认为说怎么样子要有一个很好的动线啊，同时对我们的往生者最后的敬拜不应该有小鸟，我觉得我们应该殡葬处我要求会处长把所有的纱窗四周都应该要检视一遍，不应该人在把我们的往生的市民敬拜的时候还有鸟儿飞来这里，这是很不尊重，这个我们会立即改善。那动线的部分，那我知道我们民政局殡葬处前后两任的局长在这个部分都非常的用心，对，都非常的用心。那动线的部分，哇，我想市政府也都愿意在殡葬的部分有很多的经费，我们从来都是支持。那刚刚林演特别提到啊，有些在殡葬处的地方啊，也有提供给我们的家属底下简单的买物件。哦，那我想我也看到台北市的殡葬处，他们也有一些就讲家属。去到那裡有的很多天，有的他的日常有當時有一些他要買東西，這個部分要怎麼把它規劃到一個比較更妥適的地點，我會認為這個部分我請我們的殯葬處就應該把它規劃得比較好，那也一定要會有一個標誌，應該要求大家這個地方一定要力求安靜，尊重死我们的往生者，包括他的家属。市长，谢谢你，你这样子讲，我可以，我真的很支持我们的市政府。那因为我们整个动线，包括以前也通风设备不好，他们的那个很多我们都做到很好，现在已经做到很不错了。但是我只是说这个地方是不宜的，可以在外头。这个地方是不宜的，可以再做一个环境影响评估，你们做这样子的方便性本席没有意见，我是支持的，但是是否可以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便利商店的区块，这是本席要建议的，好，好不好？好啊，我接下来我今天议题真的很多，那为了今天要好，我 还补充一下那个张局长，我们的冷冻室里头，我想没有人会进去，只要是他有往生的家属还是业者才会进去，所以他有一些冷冻的那个冷冻库里头的有一些是不是老旧的，应该更新就要更新，好，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好，那我要针对我们的凤山西台八十八上游，它的河岸已经整治非常的漂亮，这是整治前它是水泥覆岸，好，那整治后的它是以景观覆岸清水空间，在102年2月12号12月的时候3500万，好，这整个是我们的前镇河凤山溪这样子。好，市长，因为今天婉容会在这陈述这个凤山溪88快速道路它的往北，好，往北，那从中错这是你看两边啊，这边是中错桥段约1公里啊，在这个中错桥这样起等啊，安尼2公里，这个地方没有整治。那我希望说，我们的水利局现在水利署有在推动，水利署来，我们再回归哈，默契好一点。哎，水利署现在也在推动亮点营造计划，希望水利局可以去争取相关的补助。好，
那刚刚我们有看到，往前有看到这一段，这段就是中厝里这个所在，我们中厝里加我们一挂乡亲，因为因在开里民大会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中厝里的乡亲，拢是地方士绅，伊有当然会做一个比较嘛。我把他们所讲的话，我今天来陈述。伊讲是安怎，管区合并了后，我当然我知道，因为我嘛有甲因表示，我讲市长，伊是一个大高雄的市长，他一定会南北都去照顾，一定是全高雄市县市合并之后，伊面对的，吼，伊就是平衡的发展。啊，当然，我就有跟他们讲，他们就说是安那差价侪，县市合并之后，咱原来的小港区，它还是这样子的桥段，它还是这样子的不好看。这是凤山溪上游是88快速道路的南边南方，啊，伊即嘛是拢伫个凤山溪的一个好区块里头。那我们就这光是这个，我去会看好几次，我都把这两公里我都走过了哈。我们的中厝里的里长，还有我们中厝里的啊，这种是哦中厝里的好里长游山王里长，啊，还有咱的地方士绅，因讲吼，咱差这多，关系合并了差这多，咱是燕霞市的呢，是安怎和高雄关那边差这多，所以。我知道有三万里长你们有在听，好，那还有我们的地方士绅，好老大，你也在听，好，啊，有很多我们的乡亲都有在听这个，好，希望说在我们也在11月30号跟水利局，好，一起去回勘，来，那现在还没有整治，好，那希望说我们的中厝里还有我们的桂林里都在上今年嘛，吼，啊，因为因讲吼，袂当吼大细项差遮侪啦，啊，哦，我当时我就跟他们回应说，那个地方就是因为哦，咱那个凤山溪桥的西岸啊，中厝里跟桂哈，哦，桂林里弯起节东岸这边，啊，西岸是啊，哦，就是新千村的所在，啊，哦，我就是甲因表达说。因为市长伊袂甲咱看大细汉，因为遐就是阿摩港千川，啊，佮有一挂新的要阿摩港千川来的居民朋友，可以感受到市政府的贴心、市政府的用心，所以伫东岸这边靠近我们啊，中厝里、桂林里这边，咱市长嘛加用心，哈，啊，我得安尼甲因做解释，他们可以理解，但是因就是感觉讲，伫这个所在需要加把劲。那好，那我们又要看到养生公园，你们所谓的养生公园是运动场的预定地，目前作为树木银行哦。那这个是养生公园，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养生公园，这是顶庄养生公园呐，啊，是你们命的名，但是现在，好，它还是我们多半都是。咱的台糖的土地，啊，嘛有一挂是民间的土地，吼，啊，即马暂时咧做树木银行，就做养生公园。那养生公园，吼，伊的真的是，这是养生公园吗？树木银行在遗址的不规则且杂乱，吼，因公是四不像啊，吼，啊，当然伫迄个时阵。好，时空背景的不同，啊，当然是大家都会比拼嘛，会比较嘛，哈，哦，那我们就去看了。好，我们接下来又看这个，市长，你看了这个养公处，我们公务局，但我们可以理解，我也给他们做个解释，因为莫南地台风，他们把一些这个莫南地台风，把咱高雄市足侪树木拢给吹到满四季，当然一定爱有一个。闲置的地方，让他要让他让他打伤，不然你说把他一捆要把他送去焚化炉烧的时候可能太过重，哦，我就这样子跟他们解释。那现在
也已经是过了莫兰蒂台风已经很久了，哦，啊，这个所在是不是爱改做一个整治，哦，那是不是爱来做一个更改善，把这个台糖的土地，哦，啊，咱先来借用，啊，是不是可以尽速来清理，啊，然后又把它做个规划。你敢不知道这些人一套早他也走过在西华这边，他就感觉说，哦，绿荫盎然，你也走到东华这边，哇，都是草埔一大堆，哦，对他们来讲有一点不公平啦，哦，好，那我就针对这个等一下再 一并来回答。来，好，那我就看到我们大林埔，哦，的千村，我真的也很感谢我们的市长，哦，在11月11日的时候，我们也邀请了大林埔的乡亲来到我们的民政局的会议室。那一天，我们市长、三位副市长，还有各局处的所长都有列席来倾听他们的声音。尤其在第一场的时候，我看到是我们的民政局长来做引言，来做请听，大家请听我们的里长啊、地方士绅啊的代志。我感觉讲真正足感动诶，伫当下我们市长还马上邀请我们的行政院长，要在11月19号的时候到大林埔来请听我们的乡亲因的表达。等伫咱大林埔的时阵，又是我们的许立明副市长来当引言，我们行政院的团队、市府团队都到场。我当下我真的好感动哦！我感觉讲，咱是一个做生意，想要来解决大老婆的代志。因为今仔日我的议题太多，我可能在这里没有办法多做琢磨。但是伫迄当下，有听到咱30位的乡亲。我阁有听到伫11月11日，我们凤鸣国小简会长他有提到一个问题，伊讲吼，要检查身体未使讲有40岁以上，要包括小学儿童都也一并要纳在里头。他把他的心声讲出来，结果当天我们行政院长也。我所要讲的感动就是说，我们那天是公开透明的，那我们有把每个人的重点也会诊之后也给院长，在当天院长也有讲到这个小小的要求。那一天简会长就很开心，就跟我讲，婉容妈妈，因为我是关心小朋友，小朋友的爸爸妈妈也都叫我婉容妈妈，他说，婉容妈妈真的好感动哦。我说对呀，我们是一个有负责任的政党，我们是有负责任的政府，所以连你一个小小的要求，我们市府都把它会诊之后也给我们行政院长。我他那一天很感动，所以我也这样子的感动，也希望说我们市府团队跟中央要倾听民众声音，要用最宽最有我们大林埔6例的乡亲做上介好的补贴甲补助，哈，啊，这是我的表达，好，好，那我等一下我就剩下这么一点点时间，哈，好，瑞丰国中他已经是已经是哈40几年的学校，哈，那他目前他就是需要来我们市政府，哈，还有我们教育局应该要极力的。已经平均都是40年以上老旧校舍，因为瑞丰国中是我们以前水丰先有嘛，水丰水雄伫后边嘛，啊，水丰是阮冈山地区人口上多，好，密集度最高的地方，所以现在也需要说，哈，我们教育局去国教署去争取经费，哈，它有啊，有2、3栋、2、3、4栋。他就是耐震数不足哦，哈，他保留一栋，哦啊，还有来，我们就来简单的讲就好了哈，因为我先把话题哈抛出来，第一栋跟
记忆大楼活动中心要保留二三四栋哦，要好、哦、就是要去争取经费要来拆除，那爱去一栋哈、哦。啊，这我也知道我们教育局哈、哦，我们的局长很用心呐、啊、哈、哦，他也都很用心的要去做这样子的处理哦哈、哦。好，那我们来看看前镇国小哦，前镇国小也是我们尖顶，你也看到尖顶的是水丰，迄阵就是拢老学校啊哈。啊，这个地方也是我们的啊篮球场哦，已经坏透了哈、哦。那我们也感谢我们的体育啊、哦，我们的那个体健科哈、哦，也都跟我们去哦做会刊。那现在目前都还没有做了哈、哦，像那个他的运动场，因为无时间无时工，做想要来请局长讲啊，这个跑道在哪里哈、哦？好，已经没有时间，跑道就在这里哈、哦，已经哈。哦已经很乱了哈，啊，已经很老旧不堪，也希望说赶快来给他们这个好、哦、完整的修缮了、哦。那这个是西角国中，西角国中，哈、哦，因为风切啊诶问题产生啊，这个事情都已经处理过了。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西角国中伫即届诶这个洪灾，大礼堂全部损坏很严重哈、哦，可能伊就是啊、哦、风切的，好、哦、诶。因素啦，哈，应该是这样子哈，把整个西角国中的大礼堂全部弄改一哈，真正弄改掀起来了哈，这个都还没有处理了哈，啊，也希望说要赶紧脚步，因为里头有一些东西哈，你也不紧去做处理，今嘛咱的高雄整个气候哈，拢随时会落雨，无落雨的所在咧落雨，无落雪的所在嘛咧落雪。应该热色应热色，就是极端的气候产生很多的问题所存在哈。来，那是民政国小，这个是已经也在我们的部门质询的时候，我有讲过哈。民政国小也是老旧的校舍哦，它这个水塔在这里也没有用，它已经腐蚀了哦。整个这个顶楼漏水是这个哈，这个水塔也是元凶了哈。那那一天也很感谢。系着一年老旧建筑物、哦、都渗水了哈、哦，那也感谢我们教育局哈、哦，国小教育科也请了建筑师哈去看哈、哦，啊，这个课应该是爱来这啊、哦、学校，我们徛伫海边嘛，近海嘛，所以它风化严重，钢筋裸露哈、哦，腐蚀哦哈、哦，这是民政国小诶样貌哦，你看学生在读书哦，啊落雨哒哒滴哒哒滴，这会影响学生的。啊、哦，上课的情绪啊、哦，那可能就一并要来做这样子的处理了哈、哦。好，因为婉容登记哈，伊、哦、囡仔教育我真重视，因为我是一个睁开囡仔，啊过去睁开的时阵，哈、哦、教育经费的不足，所以今仔就有这个机会，含咱市长同款，拢是睁开囡仔，所以你咧做市长，我真正足配合你的，你真的有体恤到我们市民。很多的问题你都同理心的去解决哈、啊、像这个是我们的、哦、冰球场哈、哦、我们的曲棍球场有这么漂亮哈、哦、国际啦哈、哦、包括我们的国内就有那么好的冰球场哦，那我们这些孩子他就是这么优秀，他可以在那么恶质的环境下一个可以拿到这么、哦、好的成绩 哦, 哦来 那这个我不知道说短杆它短杆它就要短杆的环境，短杆的场域，那长杆就是长杆的好、哦、的场地，那短杆用长杆的它可能在训练的时候哦，一可能底下的速度上没有办法去控制哈、哦、啊，这个是真的是要赶快来做个处理哦哈、哦、来，那我感谢我们的啊、哦、范局长哈、哦、你在婉容这样子真心呼唤，诚意呼唤、哦、你也、啊、非常的关心也来了哈，来了，好，那看这样子老旧不堪的样貌哈，也希望说赶快去把它做好哦。那这个是台风过后，台风过后搁愈惨，本来这礼拜啊台风过后愈凄惨，好、哦、啊，所以讲赶快来做个修缮了哈，好不好？不要因为它比较远，它的远没有拉马下的远呐、啊。还没有县市合并的时候，大拉伯、红鼻头、大白店是上盖远的所在，但是县市合并之后，我想我们的
没有比拉玛夏还远吧？啊，所以说，我希望说体育处啊，体育处处长你在哪里呀？你在哪里？哦，今天没有来，有事情。啊？不，不用那些。对。好。我们要执行都有事。没有来，没有来，没关系。没有来，我们局长可以承担。好好，那等一下来，那我们又来看看民政东向好了。民政东向68/2、68/3、83/2等三笔土地，就是配合我们高雄市市政府86期的市政重划。这是我们的乡亲哈，我们住在民政东向的乡亲们呐、啊。好，他们就住在一个破旧老旧的房子，那因为当然土地不是他们的，可是他们早期就在那里住哦。那为了当然在很多的婉容这样子的努力，跟台糖还有我们的赵建桥处长，以前当处长的时候，现在当局长的，我们这样子的，我这样子往返的沟通。哦，以前的路是这么的坏，这么的，哈、哦，这么的坍塌，这么的凹凸不平。遇到下雨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哦，那我们就一路这样子的走来，哈、哦，也变成很漂亮的场地。哦，那个场地很漂亮。今天没有，他们很感谢市政府，感谢我们养工处，但是也因为我们要配合我们的都市计划。我们去都更，但是我们民政东向的居民朋友，伊拢愿意配合，因为迄块土地有台糖土地，哈、哦，啊有对，有民航局的土地，有水利会的土地，有三种款的土地，但是这民众，伊拢是底层的市民朋友，因住伫遮，但是为着要配合着咱市政府，哈、哦，他们必须要。要搬离开这个地方，但是他们是来跟我陈情呐、啊、哈，因为从以前一直从路的凹凸不平，逢雨就淹水，他们就啊那里又是一个大货车、大货柜车的集散地，那路的不平，那伊那都得落雨的时阵，伊能穿的蛋，那婉容也曾经跟他们就这样子一路的走来。那也经过这样子的奔波，跟我们养工处处长，我们养工处处长，我真的也很欣赏他，他真的很有gas哦。我们去跟台糖争取经费的时候，那一条路本来他说要700万就要给我们搞定，那我们处长说不行啦、啊，这个700万哇，没几天呐、啊，没有几天，可能使用没有几个月啊，可能就要破损了。那我们局长就，我们处长他就跟台糖，我就请他们到我办公室，还有我们处长，因为这个事情真的是琢磨了很久，但是后来我们那个台糖的长官就到了我们的办公室，那后来从700万我们给他争取到近1000多万哈，1000多万，本来说预定2000万，但是1200多万。又把它提升，它的底层、它的基座，就是它的基础座哈，要把它做好。所以今嘛，因遐大家底下欢欢喜喜，哈、哦。啊，我要甲咱的市长讲，就是讲这一些人呐、啊，他们为了要配合、要搬迁，啊，今嘛我要甲市长讲，因为伊来甲我陈述，是不是会当体恤他们这些很多贫困的家庭的低收啊，啊有单亲呐、啊，哈，啊个有迄个是不是会当，哈、哦？需要安置的，那来给这些安置。好，这是他们要我来跟市长来做表达的。啊，是不是？啊、我还要几分钟了哈。啊，因为真的是看到我们的哈、啊，我接下来我要来看看我们的江山啊，江山哈，人讲喇叭地，喇叭地，喇叭地就是。好、哦，就是低洼，就是地势比较低洼区，叫做喇叭地。也因为市府配合农21都市计划更新之后，解决淹水的问题。啊，江山顾名思义就是江山，江山就是这管的所在嘛。啊，即卖江山当然也哈、哦，它的地势有高低不一啦。啊，唔过吼，即卖阮江山也落雨，算上管的所在算也淹水啦。
啊，这是不是咱的水利局？哈、哦，是不是要间隔？哈、哦，尤其我们就是我服务处的边啊，你敢知影？伫个莫兰蒂，莫兰蒂哈，哈、哦，莫兰蒂的莫兰蒂，对，莫拉克跟莫兰蒂，我都有时候会搞错哈、哦。你知道我们服务处的旁边呐、啊，哈、哦。208巷、222巷，迄天吼拢淹水淹甲吼，阮里长吼为着要抢水吼、抢救吼，啊含阮郭文成呐、啊，拢去底下行啦，啊嘛是为着安搭咱的市民朋友啊，吼啊所以讲，这个所在是爱间隔爱来做一个评估哈、啊，这个环境影响评估，这水路咱这个水路排水问题，箱涵是不是太小？哦啊，这是不是会当来做一个间隔的这个哈？啊哎，这个考量啊，哈。好，那我们来看看来亚洲新湾区，来亚洲新湾区星光商圈呐、啊，哈，星光商圈、星光园道，好来，这个地方，局长、市长，我真的对我们的养工处、公务局，好，你们的作为真的是很辛苦，人少事情多，尤其都得洪灾，好啊，都得大水啊，在水里钓。好、哦，洪灾啊，咱啊，我们的环保局，你拢做辛苦诶，每个局处都有各有各的工作要做哈、哦。农业局很多的哈、哦，来，那这个已经弄好了哈、哦。我们的好，这个之前我做的咨询，那我刚刚有得知啊、哦，这个养工处都已经弄好了，好这个，但是弄好了。是小事情弄好，但是间隔啦，星光大道、锦林商圈、多功能经贸园区，从咱的游客要有中山路到咱的市图总管哦，咱的市图总管即卖是咱全台湾哦吼，上界夯的一个景点哦，他从这里要到市图总管哈，当然会经过家哈。啊，这个所在啊，你们也做好了。但是我今天是要讲说，整个星光大道、星光园区那个地方应该要做个改善了。哦、啊，改善已经时刻到了，因为已经太老旧了。哈、啊，行为老旧。那我们的前镇坚定游园顶哈，我们处长没有来，但是他要用 ROT 的委外经营方式办席。我没有绝对的反对，但是要做 ROT 之前要好好的来啊，但员工的权益已经有保障了，但是我们的市民朋友怎么办？咱坚定的民众要去游泳池，65岁以上只缴2元呐、啊，他就有保险会有这个保障嘛，伊得入园游泳。但是现在一般的民营游泳池啊。他上动辄就是百元以上啦，2元到100元啦，啊，这相差很远呢。那我们委外经营，那设立我们的游泳池啊，也经营当然要以社会福利，不应该以盈亏为依据啊。我比方说，我们小港，我们前镇就是一处的设立游泳池而已哦。我们来说小港，小港有一个小港游泳池啊，也被。吞掉了，我们的社教馆游泳池嘛是咱市建户的，因为当然迄个地方有更好的改善，本席也没有意见，因为今嘛在用曲蛋球哈，诶场域也引起很大的震撼呐、啊，很多这一次好像有十几个国家也来比赛，这嘛是会当哈促进咱的哈国际的能见度，这拢好。但是小港现在目前的是中港有一个游泳池，中港的游泳池一定要中港人才能够进去。那我们还有一处就是焚化炉那里也有做一座的游泳池，那游泳池它就比较偏哈、哦、偏看那个山边啊，你在咱的小港的这个哈、哦、这个区块看老烈的所在，你讲叫伊走一下不可能嘛啊，所以本席所要讲的要表达的是讲哈。咱可以委外，但是不要急就章的去委外哈。那体育处行贵理想化呀，让我们民众跟一般哈好含，也当以一般平价哈平民的价钱来享受优质的服务，但势必要压缩到厂商的利润，以及
可以兼得吗？所以板席要提的就是说，一定要把大众利益为优先，要拟出一个很完整配套措施，再来研拟委外的可行性。这是婉容今天的议题实在有够多，因为婉容当地都在基站，我理事长简单答复，谢谢。嘿，多谢副议长啊，多谢林议员吼。林议员提出真济议题吼，我想时间的因素，我简单答复。对凤山溪的征地，我们从来没有放弃。那都必须非常高的经费，我们一段一段来完成。那至于工地中错、中错桥。啊，是讲伫迄个游山望游里长迄个部分，这个就是我们已经一定会规划哦。中凤山区诶，所有的整治啊，比赛每公都遐有走，啊遐无走，那我们慢慢的哦，我们会在按照市政府的经费，还有我们的水利专业的规划，我们会很快来做一些处理。那另外，我想刚刚。林议员特别提到我们的养生公园啊，现阶段作为树木银行，但是里面的环境不够作为养生公园，市民休憩啊，这个我要求我们的养工处哦，应该要来改善啊。如果作为树木银行，也是能够给市民作为他平常休憩运动的这样的双赢的状况。所以这个部分我会要求，整个顶庄养生公园立即要来改善。那有因为，莫南地台风有若干，当时高雄市17级的强风啊，我们大概有20000多棵的树木规个拢倒啊，所以那些有些树改当作是迄个时阵风太了啊，好迄个改堆置场。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也希望我们的环保局、我们的公务团队，再把这个部分应该立即进驻，把它处理完。那我所了解，我不知道有若干的区域还没有处理完啊。我希望，我们的环保单位、养工单位哦，针对林议员今天的咨询，我们应该这个部分要立即来改善。而有关大林埔迁村的部分。那我们现在都在进行中，尊重大林埔乡亲的意愿，然后我们会家家户户进行一些普查，然后我们要求市政府的跟中央的幕僚单位，把我们大林埔迁村应有的条件，你讲要请人迁村，还是讲因有意愿迁村，政府会当给帮助到底是啥？基本的条件，安尼较明确，安尼我想在整个挨家挨户的普查会比较精准，好，所以这个部分都在进行中。我想整个农历过年以后，大概都会马上来进行。那中央也把一些普查的经费委托高雄市政府，我们也会委托专业的人来进行。那另外有关于前镇游泳池的部分，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希望教育局我们的体育处，好，第一个兼顾我们是不是一般的市民或者工地尖顶，你这个在地这个部分应该有哪些优惠？那我会觉得要怎么样的委外，委外都是希望它的品质更好，有更多的改善。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会这个很公道啊，然后很合理的做一些处理。那刚刚林议员特别提到有若干瑞丰国中、前镇国小啊，包括有若干的操场大概都是破损。那我觉得我们应该有灾损金啊，这个部分我们一方面高雄市的灾损金12亿，当然今年的台风很多啊，但是我感觉会应该甲教育部哦，改做应该学校的申请等等。那我想我们的教育局范局长过去也当教育部做了非常多年的教育部的副部长，
所以他对这个非常熟悉。那我也希望他这个部分能够尽快的恢复，不要让我们台风有很多的后遗症，很多破损的部分，这样让人尴尬，这样也非常不好。我希望我们的团队是非常有效力。那另外一个部分，对于整个在大拿波店我们的曲棍球的这些场地，那这个部分我希望我们的教育局在这个部分应该要好好去规划处理。那我想这个部分有哪些需要改善，那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单位应该在这个部分来做一些好的处理。另外有关于前镇区民政东向，因为土地重划他们必须搬迁，这个部分如果他是弱势，那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局对于这些比较弱势贫困，包括有若干单亲的家庭，我想市政府都有一些安置的措施。那林演今天提到有关民政东向的住户，我也希望我们的社会局来配合我们的地震单位，如果土地重划他们需要搬迁，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一定让这些弱势无依的人，他们在搬迁上，我想这个部分是我们基本在整个重划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到，所以我想谢谢林演给我们很多好的意见。那我想我们不能够全部大致的方向，我大概给林演做简单的答复。非常谢谢林演给我们很多指教，多谢。好，执行完毕，休息10分钟。